曲会很想要很有感触。所以你说就是等一下你唱的时候，我还在旁边哭。也不用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这首歌，你们要掌声鼓励给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。这首歌好不好听，就在他的手上。掌声鼓励，小溪。也许只是今天梦。
谢谢。